醉了。安东，我没有，我心里特难受，特别想哭，可是我哭不出来。我想哭，但是哭不出来。你要哭，还笑肯定是醉了。我没醉，我告诉你了。心电的小慧，你知道，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？我最怕寂寞，每天都有好多人在我身边围着，可是我现在一个都想不起来了，我忘了去年是谁陪我去看的流星雨，我忘了去年圣诞是谁请我吃的圣诞大餐，我只记得一样的笑脸，一样的美酒，一样的烛光，他们的影子在我的面前转呀转呀转，可是我就是想不起来他们的样子。我好像什么恋爱都谈过了，可是我就是不知道，不知道被一个人好好疼的滋味，你知道吗？我特别特别害怕一个人，我害怕一个人回家，一个人睡觉。我需要温暖的时候，都没有一个肩膀，没有一个肩膀可以让我依靠。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你在说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你说他是不是真的不爱我了？那为什么会想着他以前的女朋友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丁丁，你说呢？你干嘛呀？一个人嘀嘀咕咕的。哎呀，你说桑丹到底爱不爱我？没话，他不爱你，他干嘛要跟你结婚啊？那个为什么还想着其他的女朋友？你不是也有逍遥吗？逍遥算什么呀？他只是一个朋友。谁说朋友不能成为老公的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让他跟桑南自由竞争，1 3 5 2 4 6，轮流执政。就这么定了。你在监管谁呀？我就妈咪。我要去
喝酒，我不喝酒，喝水起好了。啊！我是巧不是。姨妈，姨妈，姨妈，哎哎，来了，小慧啊，你醒了，头还疼不疼啊？啊？丁丁啊！哼，还说呢，那三楼齐大爷大早上一开门，差点没被你们两个给吓死，你们两个居然头顶头的靠在人门口睡到天亮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喝成这样，简直是丢死人了！丁丁比你还强点，洗了把脸就走了。姨妈，我头特别疼。头疼啊？来，看看。哎呦，小慧啊，你这在发烧啊？来，赶紧躺好，别动啊！姨妈给你请假去，别动啊。你说什么？合同我弄丢了。那副本呢？我昨天就打出来一份，副本存在王丽的电脑里，可是我不知道密码。赶紧打电话呀！我打过了，可是电话不在服务区，他应该在回家的火车上吧？简直是胡闹！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，桑楠？昨天刚提醒过你，今天就给我捅这么大的娄子，你还想不想干了？我知道这全部都是我的错，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。您看看，能不能把签约时间稍微推迟一下？你说的容易啊，为了今天能按时签约，公司上上下下动用了多少力量，耗费了多少资金呢？你怎么让我去跟人家解释啊？啊，说你们最看好的桑楠把这么重要的合同弄丢了，我再去找，一定把他找回来。回来，马上就要出发了，你去哪儿找？让我们一屋子人等你一个。喂，哦，桑楠呐，姨妈，小慧在家吗？她发烧了，正躺着呢。啊，怎么回事？他要不要紧啊？姨妈，谁在找我？哦，桑楠来的，哎，他有急事找你。你先问他什么事儿。哦，好，他让我问你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对了，你帮我问他有没有看见一个公文袋啊？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哎，他问，我说嗨，你就不能接个电话呀？哎，你先等着，先别挂啊。好好好，哎，喂，真拿我当传话筒了？赶紧接电话啊！你这怎么了？他问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公文袋儿，快接呀，人家等着呢，快点。喂。你昨天那个公文袋拉在我公司了，我帮你收着呢。太好了，你能不能让姨妈现在给我送过来？姨妈，昨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，手里有没有拿着一个公文袋？没有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本来昨天一直帮你拿着的，可是我昨天晚上喝多酒了，我不记得放在什么地方了。
哎呦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我们公司今天要签的合同。啊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先马上帮你去找。来不及了。桑经理，开会了。哦，来了。算了，你别去找了。不怪你，是我太粗心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再跟人解释。就这样。啊，对了，你让姨妈带你去看病啊，别再任性了。桑楠赖在公司那个公文袋，你有没有印象？什么公文袋啊？我记不清了，怎么了？哎呀，糟了！昨天晚上我忘了放在什么地方了。可是那个袋子里面有桑楠他们今天公司要签的合约啊。哎，这我哪想得起来呀？桑楠也是，怎么这么重要的东西还随身带着呀？你现在说什么也晚了，我自己去找好了。妈，你哪都不许去，你还要不要命了？喂，丁丁啊，小慧发高烧了，你呀到单位给她请个假啊。她没事吧？哦哦，行，您放心吧，单位这边的事您就甭管了啊，您带她去医院吧。哎，好好好。姨妈，你给我坐下。姨妈，这东西对桑楠很重要，我怎么样也得把她找回来。你要么马上给我去医院。要么好好在这儿给我躺着，其他的什么都别想。妈，听话。娘，听话。记着啊，我可在门口看着你呢啊。老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让你们久等了。好，哦，精兵强将全来了，这么隆重场面，叫我们受宠若惊喽。哪里哪里，我们这是负荆请罪呀。怎么回事？老陈，你又在搞什么名堂？对不起。哎，丁丁。嗯，早上好。小慧怎么没来啊？小慧她病了，昨天喝多了着凉了。病了？嗯。哎，你干嘛去？干嘛去？你去哪儿啊？你？请问陈小慧同志是在这儿上班吗？啊，您是？啊，我是她的一个朋友。哦，她出差的时候我们认识的。哦，哎，那今天真不巧，小慧生病了，她没来上班。哟，那我得看看她去。哎，您别急，我认识他们家，我带您去啊。哎，不行，咱们今天还要去展会讨论策划方案呢。哦，就是就是，年轻人还是以工作为重，那我自己去，不麻烦你们了。好，好，你等着，我写地址给你啊。哦，好，对对对，谢谢谢谢。
在什么地方了？会不会在 KTV？ 肯定在 KTV。是他出差的时候，我们在轮船上是认识的。啊，对对对对，来，你看，你好，哎呦，你就是那个小慧说的特有意思的那个大夫吧？谈不上，谈不上。哎呦，你看这事闹得多不好意思，来，给您，给您，赶紧请进吧。哎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说我这个人呀就是这样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！来来来，赶紧请进，请进。来来来，您先坐吧。哎，坐吧，坐吧。好。啊，我马上叫他起来。哎，您坐吧，坐吧。哎，小慧，小慧，小慧，又叫了这么大嗓门。这孩子，他转身又跑出去了，而且还是从窗户跑。哎呦，哎，你又闪了，闪了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来，哎呦，坐下，坐。哎呦，坐，坐，慢。哎呦呦，来，慢，哎呦，慢，哎呦，哎呦。哎，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们白天是不营业的。不好意思，我昨天在这唱歌落了东西，我得进去找一下。不好意思。不行不行，你不可以进去的，小姐。哎，小姐，怎么回事？我都说了，我昨天落了东西在这儿。你昨天在哪个房间唱的？那。把服务生找过来。好的。哎，小姐，小姐。小姐，你到底要找些什么呀？我在找一个这么大的公文袋，昨天唱歌的时候忘在这个房间了。不可能，我们昨天清扫的时候什么都没有。会不会被其他的服务员拿走了？你帮我问一下好吗？公文袋里有什么能跟我说一下吗？里面有一份合约。什么合约？合约，反正就是很重要的合约就对了。这可不行。你要是不跟我说一下，我们怎么帮你找啊？对不起啊。八成是嗑药的吧？该不会把东西落咱这儿了？去，去给110叫来。啊。叫来了，警察？谁让你叫警察了？你不是让我叫110吗？你把附近的警察找来了。我是让你把昨天负责这屋的110给叫来。啊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是这儿负责人是吧？对。啊，有人吸毒？吸毒？是这间屋子吗？哎，喂。啊？是你吸毒吗？我吸毒，实在对不住二位，是我们富生搞错了，搞错了，对对对，
你知道乱报警什么后果吗？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次真的不是诚心的。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什么都不干呀。啊，不是，我是记者，我是记者。记者，记者怎么穿成这样了？体验生活呢？工作证拿来看看。在家呢。在家呢，什么都没带是吧？跟我们走一趟。啊。走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舒服多了，到底是医生啊，手法不错。谈不上，退了五六年了。是吗？嗯。好，慢慢起来，咱们试试。哎，好。好，小心点啊。哎。你来回转转。哎，对对对。哎。真是好多了啊。那您夫人哎早就去世了，现在呀我自己赢过。嗯。哦，是吗？来来来，您喝点水。谢谢谢谢。哎，给那个小慧姑娘打个电话了吧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你看我这记性差都给忘了。电话都没带。喂？什么？你是110？啊？小辉在医院？你倒是慢点，你的腰。哎，小姐，请问那输液室在哪儿啊？在那边。谢谢你啊。谢谢谢谢谢。哎呦，在哪儿啊？哎呦，在哪儿？小慧。哎呦，小慧，你怎么样啊？啊？袁伯伯，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啊？我一回来就到单位找你，你们同事说啊，你病了。你袁伯伯特别到家里来看你，你可倒好。不让你出去，愣往外跑。你看现在闹的，我没事儿，当时就是一着急就晕了，输完液就没事了。姨妈，你坐。袁伯伯，坐下来，坐。你看你穿着睡衣就往外跑，给你带衣服来了。哎呀，哎呦，没有，没有，我怎么了？小慧姑娘，为了你呀，你姨妈急得腰都闪了。那你就别过来了。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帮你摁。没事，没事。幸好啊，你袁伯伯手法好，要不然咱俩非得同时进医院。以后再这样，我真不管你了。谢谢袁伯伯，我都忘了袁伯伯是医生。哎，姨妈，您不知道吧？袁伯伯还会变魔术呢，真的。这孩子还发着烧呢，就愣往外跑，说是非要找什么一个公文袋，他就是不听话。姨妈，我都跟您说了，那东西对桑南很重要。桑南。桑南是哦，嗯，她男朋友快结婚了。哦哦哦，对了，小慧，你出来的时候啊，连手机都没拿。哦，你告诉桑南了吗？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？啊？我不给他打了，他现在肯定比我还着急，说不定正挨他们老总的训呢。都是我不好，非要跟他赌气。才会把那么重要的东西丢了。这会儿我就不给他添乱了。你还挺会替他着想。抱歉，老方，害你空跑一趟。中午我们已经订好饭了，吃完再回去吧。不要客气了。谁都难免有失误的时候。不过是我没想到的是，问题竟出在桑南身上。对不起，方总，我实在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错误。好在方总同意延后一天签约，要不然我非开除你不可，
回去好好给我反省反省。是，方总，请。急干什么呀？去找小慧啊！我说你怎么不留你吃饭呢？万一他不在家呢？给他打一电话吧。先去了再说。没人听，没人接电话。啊！等等等等等等。啊？是小慧来的。什么？我在医院输液。帮我沿昨天回家的路找找看好吗？在医院找什么呀？哎呀，反正是很重要的东西了。走吧，走吧，出发了。姨妈，您别在这陪着我了，我还得盯一会儿呢。不如你陪袁伯伯出去，请他吃顿好吃的。我一直没好好谢谢袁伯伯呢。不用了，小薇姑娘，我在这儿陪你说会儿话，不然呢，你怪闷的。没事儿，我都已经是大人了。哼，那还不整天叫人操心呢？妈，当着袁伯伯的面给我留点面子成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他的话我可不敢不听。在这儿咱们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咱们还是走吧。你呀，在这好好输液，等我们吃完饭就来接你啊。嗯，对。不用了，到时候我直接回去就好了。你们快去吧，快去。晚上啊，回去给你做海鲜吃，我刚才威海带来的。真的？太好了，我都闻到海鲜的味道了，我真想马上吃。哎呀，行行行，这孩子一点正形都没有，在屋里呢。小薇姑娘，你看。好，那我们走了，好吗？嗯，好好的啊。哎，放心吧。小慧，丁丁，怎么样了？你别停啊，折腾死我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啊？搭档有难，我不能袖手旁观吧？怎么样，烧退了没有？嗯，好些了。你确定你什么地方都仔细找过了吗？我都找过了，我沿着昨天回家的路全找了，什么也没有。这不是简直是大海捞针吗？我找着才怪呢。哎，你干嘛？啊？你拔也得找医生拔啊。是啊，小慧，再说你现在去也没有用啊。找不到我心里不踏实。小，你现在能不能送我回家啊？你别看我啊，我累死了，要去你们去吧。欢迎光临。怎么样，吃的还好吗？不错不错不错。那就好那就好。这家餐厅呢，以前我和医药公司的人呢来过一次。哎，你也真是客气，随便找个家常菜馆吃着就行了，没必要这么破费。你不知道，这小慧每次出差我都是提心吊胆的。她这次去威海啊，受了你不少照顾，而且呢你还变魔术逗她开心，我当然得请你了。嗨，哪的话呀，小慧这孩子可真不简单，一个人走南闯北，独当一面，比起我那几个孩子呀，都有出息。嗨，出息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是净让人操心呀。她和她的男朋友啊，一会儿好一会儿歹的，就没个踏实劲儿。她呀，要是能顺顺利利把婚结了，我呀也就阿弥陀佛了。嗨，年轻人嘛，只要他心里有主意就行了。咱们这些做长辈的，不了解情况，有些事儿还是不管为好，省得添乱。
什么？你说我添乱？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他父母去世的早，从小到大都是我一手拉扯大的。你说，他什么事情我不了解，什么事儿我没管过？我这么做呀，还不是生怕他受到一丁点委屈？你呀，我怎么了？你倒是说呀。你是把小慧呀当成你自己，生怕让人觉得孤单。哎呦！哎哎哎！慢点，慢点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在哪儿呢？我说，有必要这样做吗？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回去啊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能不能想想别的办法？你这样身体会吃不消的。到底在什么地方？像你这样漫无目的找下去，找到天黑也不会有结果。那我也得找。你就不能问问桑南，让他帮你想想办法？东西是我弄丢的，我怎么好意思让他来承担责任呢？哎，他是你男朋友，他帮你承担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哎，你干嘛？喂，你干嘛？说不定小朋友把东西放到上面去。哎，要找也得我来找啊。慢点，慢点。哎呦，没事。你看看你，你身体现在还没恢复呢。哎，来，慢点啊，小心，小心，哎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喂，小慧，你身体怎么样？去医院看病了没有？我已经去了，没事了。你呢？哎，只能跟对方赔不是呗，挨了老板一通骂。好在对方同意了往后延期一天。啊，要不然我现在过去看你吧。啊，不用了。你现在不是在上班吗？我已经没事了，你放心好了，晚点再说吧。我说吧，找了一大圈，还是找不着。来，喝口水。谢谢。哎，你说，公文袋儿会不会被别人捡走呢？就算被捡走了，那上面有桑南他们公司的地址，别人也会跟他联系啊。如果我有一双千里眼就好了。就冲你这劲头啊！你要是有个挖土机，还不得把这儿挖地三尺啊？会不会在垃圾桶里？啊！哎，哎哎，多脏啊！哎，别用手，别用手！哎，给给给给，拿这个，拿这个，拿这个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在找公文袋啊。在垃圾箱里找公文袋。你骗谁呢？我没骗你，我们确实是在找公文袋啊。谁知道你们在干什么？我跟你说过让你照顾一下我的感受，我不愿看到你和他在一起。你太过分了。
哎，你怎么能这样说他？啊，你知不知道，他病还没好呢，就让我把他送回来。跳上跳下的啊，翻这个又臭又脏的垃圾桶，还不是为了帮你找这公文袋啊？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你还不快去追他？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错怪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开开门吧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开开门吧，我求求你了，小慧，这又怎么了？姨妈，宋楠，怎么了？啊？没事儿，这又是。对不起。我刚知道你急着找我，忘了告诉你，怕你查资料不方便，走之前我已经把电脑密码解除了。小慧，小慧。别难过了，赶紧起来吃点东西吧。啊，你袁伯伯啊，特意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，一直忙到现在。哎，小慧，小慧，太着急了，哎，小薇姑娘怎么样了？那这菜怎么办呢？那咱们先吃吧。那好，那好。哎，这马上就要结婚了吧？还是整天的这么打打闹闹的，你说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？劝也大家，劝也没用。哎，小慧，来，快点，快点。宋楠，哎，怎么样？这都是你喜欢吃的吧？谢谢您，袁伯伯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您头一天来我家就让您受累了。哎，哪的话呀，你都饿了一天了，该补充补充营养了。你多少吃一点，这可是你袁伯伯一番心意啊！啊，来，把这个横行霸道家伙消灭喽！谢谢，你看，你一说话就能把他逗笑了，我说上一大堆呀，什么也不管用。女同志嘛，哭也好，唠叨也好，就像男人发火一样，全都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，没什么了不起。也算是自我调节、排毒养颜吧。你们当医生的呀，就是名词多。这些呀，都是我以前和老伴儿闹别扭的时候啊，总结出来的。袁伯伯，你还真有意思，这种事儿还能总结经验？可不嘛。
哎，两个人在一块儿啊，最难的就是相处。如果不懂得维护啊，难免会伤害感情的。哎，来，你来，你也来一个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谢谢。哎，就像吃东西，往往我们经过一番努力才能吃到的，那才算得真正的美味。感情也是一样，有了波折和冲突，那最后的幸福啊，才显得珍贵和难忘。什么事情啊，都讲的是要有耐心。小慧姑娘怎么样了？睡了。哎，她这种情况啊，可能还需要两天时间。哎呀，今儿真是麻烦您了，您要有空啊，就常来坐坐，也帮我开导开导小慧。嗨，小慧姑娘可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你不用太操心的。哎，这眼看着就要结婚了，可是我这心里啊，总是觉得不踏实。可是他们的事儿吧，我又插不上什么嘴。总觉得自己好像多余似的。孩子们的事儿啊，多让他们自己拿主意。你也应该解放出来，多享受享受生活了。嗨，我呀，在家待惯了，还有什么好享受的？我呀，就是操心的命。哎，要不你也出来找个事儿做，兴许啊，你们两个都会轻松点。找事儿做？嗯，就我这把年纪。你哪把年纪啊，把自己说成像个老太婆，比起我来啊，你还年轻着呢。是吗？嗨，我呀，平时在家除了打打麻将、买买彩票、聊聊家长里短的，其他的还是真是想不出能干点什么来。我是不是特俗啊？那不不不不，我觉得你这个人呢，挺真实的。哎，那你也帮我想想，我能干点什么？啊，如果有事儿做呢，你就不闷得慌。让我琢磨琢磨。哎，成。那我就回去了。哎，行。这事儿呢，我会给你留心的。行行行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不客气。您慢走。你别送了。